小 case。 一双秀才变江湖，花花草草，一双眼寻觅人间几世珍宝，一颗心拯救苍生，人与人老，这是福相，感觉真好。嘿嘿，你知不知道今日豪族总留下的中华医学浩瀚无边，举世无双是人类瑰宝。说你们为什么不常去看一看中医药理，就知道人类本来可以活得更好。既然说的是别怪我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不贪不私无理取闹，有种病得上了别忘老子，玉皇大帝下一代是谁都救不了。前世留下的迷惘，只能留给画中人。为何曾经扎过无数笔墨的认真，无法解开你种下的恨？几次叹息，我们的面庞，不见彼此的泪痕。杜仲、田青、枸杞。咱们这还要提前跟你禀报吗？是商量国事呢，还是商量陈年老事啊？20年了，你我把这个秘密保守了这么久，赵大师，赵翰林，你这个赵王八蛋，为什么在这个姑娘眼上你就挺不住了呢？李宝川，你想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年咱们在这儿定下了承诺，今天就在这了断，这是善始善终，怎么样啊？我告诉你，这是皇上的御书房，你可别乱来。乱来怕什么呀？这也不是第一次啦。来人！来人！来人！别喊了，我已经把周围的人都撤掉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估计眼上你犯了心绞痛，天助我也啊！你已经是要上路的人了。这个药丸对你已经没用了。李宝川，我做鬼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。先皇临走的时候也是你这句话，咱俩是同舟一命，你想先下船，我送你。母后问你，那个楚天心的案子查得怎么样了？怎么不说话呀？是不敢说？这《本草》一书已经刊物完毕，确认编纂无误。你的意思是，他是有理了，他是清白的？好。你既然判他无罪，那你就昭告天下。
我就早点向你父皇去请罪。如果你不想让我死，那你就早点砍了那个楚天星，结束这场闹剧。你今天必须给我一个交代。儿臣有件事想问你。你说。先皇是个怎样的人？你怎么突然问起这个来了？母后，儿臣在调查《本草》一书的时候发现，先皇之死并非单纯。太医说他是寿终正寝啊，去的时候很安详啊。儿臣发现先皇其实死于非命。儿臣还发现当年知道真相的人只剩下李公公和赵太师，现在赵太师正在御书房等着朕，准备跟儿臣说当年的实情。啊，那你快去快去，快点让他说清楚，说清楚了再来汇报。皇上，啊！赵太师，太师，太师，快找人救他！是是，太师，来人呐！来人！太师，太师，太师，赵太师！难住，你快起来，我们散步去，快起来，爹，我们去散步，我们去散步，你快说话呀，爹，爹，上次我骗你的，我说陪明镜回家探亲，我没有去，我去济南玩了。还有你的马，你的马，你的马不是自己跑掉的，是我放跑的，你快起来呀，你快起来骂我呀，爹。爹，爹，你怎么不说话？你快起来骂我呀！张玉满，别这样，让你爹好走，别让他牵挂。爹，我任性，我不听话，你快起来骂我呀！你快起来骂我呀！你快起来骂我呀！太师在哪儿啊？在哪儿呀？来，太师，来，我走，公公。怎么可以这样啊？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啊？怎么可以这样子？你怎么可以先走呢？啊！我有公公，公公，干什么呀？哎，公公，哥，你一路走好啊。你的闺女，我的侄女，我一定给她安排好，让她嫁个好人家。侄女，你就节哀吧，你爸爸的后事叔叔会安排好的，你别担心了。你去死！别别别别别！什么呀？别管他，别管他。但是他现在爸爸刚去世，心情比较悲痛。李宝春。叔叔不怪你，你不要假惺惺的。我知道我爹是被你害死的，你一定是被你害死的。哎呀，你去死！是啊，你冤枉叔叔了。我跟你爹是老朋友了，我怎么会杀他呢？是不是啊？一定是你，一定是你！我一定要为我爹报仇。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你啊！不要为我爹报仇！哎呀，公公，你去死！真有意思，这么冲我来了，他爹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李宝春，张玉妹，你还我爹命来！张玉妹，你还我爹命来！
本来今天赵太师要告老还乡，让向宁陪他安度晚年，没想到却发生这种事，都是我不好。如果我没有走开的话，说不定赵太师就不会死。大哥，这都是命中注定的，谁知道太后刚好那个时候找你呢？原本赵太师想供说当年先皇的死因，现在他死了，唯一的线索也就断你说这信是什么意思？皇上，奴才年纪大了，脑袋瓜子糊涂了，我记不得有写过这个东西了。皇上，您这哪儿来的？这是赵太师藏在御书房里的。孔生末，周姬王，周王为天囚。你说天囚到底是什么？天囚是什么意思啊？这奴才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。不知道。信是你写的，你怎么会不知道啊？哎，皇上，奴才不是已经说了吗？我年纪大了，这脑袋瓜子呢就糊涂了。哎呦，皇上，这笔记怎么面生啊？是我写的吗？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？啊？比对字迹，就可以知道是不是你写的。别，您不用比对字迹。皇上，您说是奴才写的，就是奴才写的，您说什么就算什么。朕好好问你，你什么态度啊？皇上，你别乱扣帽子。这先帝驾崩是9月15，你看这上面写着的9月13呐。朕只问你写信的目的。对，是。可没说这和先皇驾崩有关系。对，是，没关系。哎，皇上，您知道赵太师吧？他跟奴才交情甚笃。他说您怀疑先帝死于非命，正在追查，奴才这么一兜，这事不就传起来了吗？您别听信谣言呐，别听外面瞎窜的。您看您弄得疑神疑鬼的，晚上还得做噩梦。哎呀，真是的，要是让太后知道，又该伤心犯头疼病了。先皇死因的事实，朕一定会查明真相的。行，皇上，您非得要查明，您就查吧。有什么需要奴才的时候，尽管吩咐啊。太着急，你闭上你的狗嘴。公公，
贵妃娘娘派人求见。翠环参见李公公。有什么事吗？娘娘有翠环来请公公去储秀阁用膳。哎呀，你们家娘娘还有点意思，有点心思啊。那就麻烦你告诉你们家娘娘，咱家一会儿就过去啊。是。都给我退下。是。娘娘，李公公到了。娘娘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哎呀，娘娘真是不好意思，让娘娘亲自等奴才吃饭，奴才是罪该万死啊。干爹。咋了这是？这咋了娘娘？干爹，请尽快离宫，越快越好。为什么让干爹尽快离宫还越快越好呢？这酒里有毒啊。要是想害干爹的话，你别跟我玩明的呀。怎么回事啊？是皇上让以柔下毒的。不是，奴才忠心耿耿，皇上为什么要杀奴才呢？因为干爹多次想除去张哲三、楚天心，皇上心有不满，再加上赵太师之死，所以皇上想除去干爹。赵太师是死于心肌梗塞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可是皇上怀疑先帝死于非命，原来想策反赵太师，可是赵太师突然暴毙，皇上怀疑是你动了手脚。这无凭无据的，为什么怀疑我动的手脚呢？如果有证据的话，皇上早派人抓你了。就是因为他没有证据，所以才出此下策的。干爹，你快走吧。不对，我从小看着皇上长大的，他天性仁慈宽厚，手段绝对不会这么阴毒。这样吧，你跟我去见太后，把这情况向她汇报，一切由太后来决定。走。干爹，太后虽然宠幸你，但他们毕竟是母子，你赶紧走吧。不是啊，皇上要杀我，你放我走，你不怕皇上治你的罪吗？走。一柔自有打算。你干嘛？别喝，别喝，别喝呀！你，干爹，干爹对我恩重如山，若不是干爹，我早死了。请干爹保重。是了，皇上请您过去一趟。娘娘，娘娘，
皇上，请节哀顺变。莫贵妃死的冤枉，待朕查明真相之后，另行风光大葬。朕查明真相之前，谁都不许离开宫中，偷偷不许走，先滚。是，你还不滚？嗯。辛苦你了，我想，李宝川已经上当了。那银针试毒的酒和后来喝的酒是不一样的。没错，这酒壶是双层的，现在是好酒。不过，你只要把它转一圈的话，现在的酒就有毒了。哦，那你怎么知道李宝川这个老狐狸会中计呢？李宝川攻于心计，如果他觉得我想除掉他，他一定会自保，就一定会有所行动。那你这一招会不会太冒险了？李宝川跟先皇的死绝对有关系，不过我现在没有证据，所以不得已出此下策。大哥，这主意是你想出来的？是以柔想出来的。我就说嘛，逼人狗急跳墙的事儿不是你的作风啊。对付李宝川这种人，不得不用非常手段。你相信莫以柔对小天的所作所为都是受李宝川胁迫吗？你不相信啊？小天不相信，我相信小天。哎，小天吃了太多苦头，他不相信以柔也是难免的。听你这口气，你认定小天是冤枉莫以柔了？我是就事论事了。如果以柔一心加害小天的话，那小天怎么能逃出储秀阁呢？是我救他出来的，要不是我发现的早，小天早死里边了。哎呀，算了，知道你不爱听，不说了。
皇上。就是这样杀死先皇的是吗？先皇是你杀的吗？哼，你要是不说的话，就把你押入大牢，严刑拷问，直到你说为止。我要见太后。这不准！见不到太后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只要你说事实，朕会让你见太后。李宝川公公到。奶奶，叩见皇太后。皇上说你要杀他。是真的，哀家对你不好吗？太后待奴才亲如家人呐。那你为什么要杀我儿子？为什么你要杀我的儿子？为什么？他一时糊涂犯下了滔天大罪，太后您开恩呐，开恩呐！要诛你九族，要满门抄斩。哀家对你不薄啊，哀家把你当亲人看，哀家对你言听计从，你要做什么，哀家曾说过一个不字吗？奴才知罪了。哎呀，你别生气了，别气坏了身子，别气坏了身子。哀家不是气，哀家是心痛。我心痛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了。究竟怎么了？啊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你跟皇上究竟怎么了？你为什么要杀他？啊？哀家如此待你，你为什么这样的报答哀家，让哀家情何以堪啊？奴才知罪了，奴才下次再也不敢了，再也不敢犯了，不敢。念你这些年忠心伺候哀家，哀家可以饶了你家人的性命，可是你不能饶。下去吧。
知罪了，再也不敢犯了，再也不敢犯了。太后，太后，你看，这个是先帝当年留下的圣旨，请您过目啊。奴才守着这个秘密已经守了20年了。你哪来的圣旨啊？当年赵太师是御书房的翰林，他告诉奴才说，先帝要废后，废太子，立新后啊。奴才不信，赶快要他把圣旨给奴才看。你看看，上面是不是当年先帝亲手写的笔迹呀？娘娘，皇后娘娘啊，奴才绝不能让这件事情发生。于是，我就把它藏起来了。先帝要废了本宫和太子。先帝要废了本宫和太子，你藏着圣旨有什么用？奴才知道没用。有罪呀，但是奴才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先帝废后，绝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娘娘被打入冷宫，看着那些妩媚的妃子骑在娘娘头上欺负娘娘啊。奴才怎么做全是为了娘娘你呢？奴才立心心该死，奴才贪污受贿该死，奴才掌控权势该死，奴才鬼迷心窍该死，该死，该死啊！但是，奴才对娘娘从来是忠心耿耿，不曾有个二心呐。您是奴才的天，您是奴才的地，您是奴才的祖宗啊！奴才为了娘娘，不怕粉身碎骨，不怕死无葬身之地，我舍了命也要护着娘娘您呐。娘娘，您求皇上饶了奴才吧。奴才活着就是天天的念经，月月的给您念经，年年念，祈求菩萨保佑您跟皇上平安无事，长命万岁万岁万万岁呀、啊。20年，要不是太后饶你一命，朕早就杀了你了。皇上，奴才是个阉人，年纪也大，您让奴才充军20年，不是让奴才去死吗？你害了这么多人命才充军20年，你还不知足吗？知足，知足，知足。奴才享尽了20年的荣华富贵，现在用那
20年去还。公道，公道啊！太后要你安心，她会照顾好你的家人。谢皇上，谢太后。皇上，皇上。皇上啊，你要伺候好太后啊，皇上。李宝川私藏圣旨，谋害先皇，然后那天晚上当值的太医急救，而那个太医就是你爹。楚太医觉得先皇死因有异，想查明真相。李宝川跟赵福松担心东窗事发，于是假传圣旨，以编纂有误的罪名，将当天当值12名太医满门抄斩。李宝川，他为了阴谋不被发现，斩了太医院的12名太医。原来我爹死得这么冤枉啊！小天，我会公布消息，证明楚太医他们的清白，追封他们官衔，平反他们所受的冤屈。谢谢你，大哥。之前李宝川只手遮天，操弄后宫，以柔也是受害者之一。可是现在李宝川被抓了，你和以柔该不该和好如初了？穆贵妃也是身不由己，现在本草可以重现天日了，也证明了我爹的清白。大哥，我想我该离开了。你要离开？大哥，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？反正我家就在那儿啊，你要想我就来看我，我有空也会常来看你的。启禀皇上，前兵部求见，说边境发生战事。天心，那我先去了。请。赵英妹，李宝川被抓了。是他害死你爹的。我早就知道了。听明经说你没吃东西。没胃口。你光坐着不动肯定没胃口。我带你出去走走吧，好不好？我不想出去。你爹不想看到你这样。我说了我不想出去。出去走走吧。来，张哲三，你放开我！张哲三，放开我！我不要出去！张哲三，你放我下来！小姐，你放我下来！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到底要干嘛？你看到这三个字没有？你知道太师府这三个字是怎么来的吗？是你爹跟李宝川狼狈为奸换来的。闭嘴！他们谋害先帝，欺压百姓，贪污受贿。我没有侮辱他，我说的都是事实。
你爹是不是个贪官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可是后来他良心发现，为了你跟李宝川翻脸，打算说出先帝的死因。他虽然双手沾满了血腥，但在最后一刻，他还是放下了屠刀。我相信你爹如果还活着的话，他会变成个大好人，大善人。他下半辈子一定会积德行善，以补偿他过去的错误。现在你爹不在了，这个责任换你来扛。你应该替他多做善事，不是每天不吃不喝，躲在府里自怨自艾。你别怕，你爹不在了，我还在，我会照顾你，我会照顾你一辈子的。深深一片苍茫茫，爱切切尽在花中央，魂留在那一夜花前月下，看星星数落惆怅。牵住的都是手一双，都是情为何不一样，问谁在心夜里思念挣扎，看天地两情相望。屋檐独向西楼，月如钩，寂寞的梧桐锁清秋，剪不断离海落西离秋，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，花自飘零谁自留，一种相思是闲愁，躲不开忙碌里的温柔，挡不住多水水更流。让心去流浪，让梦去飞翔，看爱情缠绵在水中央，心情在隔岸相望。让心去流浪，把思念装进了行囊，转过身看不见彼此感伤，我们的心在歌唱，我们的心在歌唱。